托靠福田社会文化关怀协会选择假日举办文化艺术规划展。今年除了邀请优胜龙族甲基本界朋友来参与以外，协会各地的博物馆、苏迪芬、甲议员颜旭武的协助下，募到六台新的卡达车，被赠送予花城溪林发展中心，帮助因的服务对象在熟悉社区的课程内面，会当安全骑车进行。花城嘛，真感谢大家关心，或者学员会当安心上课。舞台头前放了六台全新的脚踏车，这不是要让大家来摸彩的抽奖，是要赠送予花城溪林发展中心的礼物。我们福田社会就秉承关怀社会形态，因为刘主任郑旺他在华生这一块区域付出很多，他认为学生应生需要在更多的学习，让他们学习骑脚踏车有土库，所以说协会认为说这个是很好的行动，所以说我们来赞助这个行动。因为曾经在土库街啊看到中心的服务对象骑着脚踏车来进行课程，协会理事长和关议员颜旭武以及李伟苏迪芬都邀请陈新林书来到顶上爱心关怀因。孩子在社区关怀这边有骑脚踏这一个课程，他们看到我们的脚踏车破旧不堪，所以他就福田就透过我们的演艺员还有我们的市立委的帮忙，帮我们募到了六部脚踏车，今天要捐赠给我们，在这边代表我们的服务对象感谢福田的关心。可以骑脚踏车实习托课，对这些学员来讲是很好的学习。福田社会文化关怀协会也连续五年举办文化艺术季，让更多人来了解托课。到现在已经迈入第五个年头，虽然在这段时间艰苦很非常的多，可是我们为了在地，我们是在地协会，也希望能在地有发展，所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希望尽一点心力，所以我们一直在推散一些友善大地的东西，还有一些有机的东西啊，在地的农产品以外，还有说在地特色的手工艺品。有家文也有爱心关怀，为托客的假日增加了热烈的气氛，也让大家看到多元化的在地风景。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